重要的日子哈，因为我妹她终于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了，就在我们老家噶镇上。然后我妹她说她今年不出去了，所以说就在镇上找了一个美容店的工作。她这边学当学徒嘛，还是可以的，我觉得。因为学徒儿她属于自己有那个方向，可以自己开个小店来经营噶，是不是？加油哦！然后我们现在一家人就带到我妹去旅行，不是去旅行，去找了找到就有那个被旅行中毒了。带到我妹学那个美容校去面试了，希望她今天一切顺利。月儿，你喜欢土豆的很呀，啊？带去切，但是我觉得下雨天不带它切，好不好？土豆儿，土豆儿，你怎么不理我啦？你不要切烂土豆噻。他不理我了。你准备好没有？上次就准备好没有？只是说去面试。不放呀？好吧，那就祝你面试顺利哈。走嘛。走走走走，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哈，雨蕾。等一下给你嘛，加油哟，出发。我们到街上了，嘎，走。我牵，牵手走。他们两个一起走，我们两个一起走，嘎。哎，来街上吃一碗肥肠面是最巴适。早就想加上这一口，再吃了那会儿再你去面试啊。我觉得粉好吃。粉好吃，粉好尝的你的。嗯，好吃。走了走了，来不及了，去面试了，快点。走，你女的。又买芭比娃娃呀？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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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快点！看我们的街上，好热闹，只是今天下雨了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，下雨了，跟你说。哎呀，找了半天没找到雨蕾，哈哈，那是有淋雨噶，好难受哦。我说的。我说给买芭比娃娃，你选哪一个？哎、嗯，这个，不要红色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好选一个嘛。这个，边边上哪个好看，姐姐？哪个？这个，哦，嘎，这个公主型的哈。嗯，就来最里面那个。七十啊。那这种呢？这种。嗯。选哪一个，娟儿？那哪一个？啊？那个。走走走，终于找到店了，我们找了那么久。你去的话就看你个人噻，有些事，不说的话你还是要说几个月哦。你要学好久？大概好久能上手呢？看你个人噻。就是认真的程度啊。啊。对。个人是最要看的，个人。肯定你吃的苦不？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，就必须要吃苦，晓不晓得？刚开始我们是做的时候，手跟着按痛。肯定噻。妹妹面试完了，已经成功了哈。然后她这两天就要开始去上班了，所以说今天我妈又弄了一大桌好吃的，被她庆祝一下。然后我妹她在街上有点小感冒嘛，在打吊针，她等一下就回来了，我妈去接她了。我把菜了先倒起。我们在街上买了个三丝凉菜，很好吃，尝一个。嗯，好好吃啊，好香啊，感觉喷喷的香啊。大家好。好香啊，好安逸哈。尝一个吧，你洗手了吗？没有洗手哎。终于回来了，啊，吃饭了噻，吃饭，啊，在外头吃噻，太冷了，来，坐起吃饭，吃饭不要戴帽子，你来，看今天妈又给你庆祝哈，一大桌菜哈，好，谢谢，坐吃饭喽，那你妹妹也坐。
还有好吃，看今天中午的菜好丰盛哦哈，这个稀饭特别入味了，特别好吃啊。雨蕾，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吗？喜欢。喜欢呀，那你会不会努力表现自己呢？那加油哦！啊，今天多吃点好，以后你一个人在老家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土豆，为他加油呗。过来，我找你。哎呀，好甜呀，这个红烧。我觉得好吃哈，红烧哈。你多吃点哦，吃点好下午好耍哈，好甜呀哈。我们吃完饭跑你这儿来耍。我跟你说嘛，雨蕾她找到工作了。在哪儿上班？小袁今天面试成功。那我需要面试吗？当学徒嘎，不该是可以嘛，嘎。要洗两个来吃嘛。好，要得，今天视频这儿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说拜拜。